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哦，多种颜色的光投影，好漂亮啊！那到晚上，你看，哦，那个灯笼，哦，光影投射，好美好美。经过光线的投影，好美。就在庙附近了，天二五就在茄兰庙、茄兰庙后面不远的路地方。落地下茄庄，下茄庄太阳宫、金钟庙，绕境活动好像三年一次，绕境活动会经过这里茄兰庙。